就七。天哪！如果没钱，成功率。你再停一次没？不能啊！因为说不是他记录已经歪了。是。Hello， 各位还在吗？Hello， 换2000点才可以维持钻石。对啊，所以我说我先充白金。还没啊，你先白金。还没啊，我先是金啊。哦，对啊，我先是金。他说明年只会升金啊。Hello， 两件事听得到吗？赚1095点，太多了吧？1095还好，我感觉你至少可以在5万2、欸，多抽一点啊。每一次都收到钻石级的顶点1000点，你也要收50周、欸、哇，50周哎、欸，老哥5万两，哦没有不对，它是顶1000点，所以就够1000点的，你只要抽到一次1000点，对吧？1095，你只要抽到一次1000点，你就太难了。那些人打得进去吗？冲啊 ！Hello， 两位是听得到我声音吗？聊天室，我先用 Cat VPN 的，还在吗？还在吗？我要继续讲话了。Cat 想要一直看影片，没有 Cat 就5分钟就会切掉了。对，没有，他要看3次影片才可以用。而且重点是因为我用完，我不是会这样子回到主页，嗯，然后就会滑掉。聊天室听得到我声音吗 ？Hello。还是其实是我退学聊天室的问题，还没有在动。有啊，不过里面是二月魂。感觉蛮有光铁们。对啊，那是我那是厨子专用机啊，你们懂。他退学聊天坏。啊，退学聊天坏哎。为什么？所以说我现在是看不到两天这边的动是正常的吗？哦，有哎、欸，网页有哎、欸，网页版有在动哎、欸。那个吧，那你 refresh 一下这个，你不是哦？你说抓的哦？对啊，抓的这个不会动啊。啊，对吧？动。好，两件事开始讲话。新步骤有没有？有没有？你的那个有吗？哪个？有啊，这个网页。OBS 没有啊，这个也没动啊，这 OBS 整个死掉了。完了 ，OBS 死掉了，你们看右侧那个死掉了。不是 OBS 重开，我现在就要重开一次啊！现在是今天8:59哦，所以记得填一下表单。我这表单还是开着的、啊，所以我只是脱离了大概十分钟不到吧。嗯，又不是你控制表单。对，就是因为我控制表单就是。好啦，对不对？虽然说刚刚出了一点美好的小意外啊，不过我们现在回来了，对不对？记得填表单啊。啊，现在时间9点了，我们可以准备开亨利了。然后我刚刚死掉，我刚刚是怎么死的、啊？这个大家都会连击吗？哪一关？你就再打花圈。哦，所以我刚刚是被，可是我刚刚前几回都没有死、欸，奇怪了。对，默默的转着，突然就死掉了。没有啊，他这个刚有连击，我刚走100多万血，应该是扛得住吧？我都已经在那扛了不知道多少回合，然后被大剑砍死。不是，那应该也才54万乘以2，我刚110几万起吧，我也不知道。对，反正结论就是死啦，都你害的啦。好啦，那我这边准备切过去亨利那边啦，对不对？不，秘书长亨利，他，就是有一个导致这一个，在这里，亨利在这边。啊，什么意思啊？你那一只没有切吗？不是、啊，我这是亨利啊，就是我的一周轮账号啊。我说你一直都登这一只。对啊，因为用不到那个，我平常要登什么就是 iPad 的。啊，你以前要玩的时候。欢迎注意啊，以前玩。你以前不是玩的时候要自己切账？哦，没有，后来怎么说？后来就定在。对，后来就定在这里，就懒得切。亨利出来喽，起床喽。Hello。亨利死了。亨利出来吧！
使用通行。有啊，亨利已经更新了，亨利已经开了进去了，只是我还先让哦，有亨利出来，亨利出来了。OK， 好，报应注意哦，两次注意一下。这个赖刚才跳掉，我不知道怎么，因为我家最近的那个什么紧急备用电源一直在跳电，一直在跳电，然后因为我所有的东西什么网络电源全部接在上面，所以刚刚就整个跳掉了。好啦，回到我们的亨利哦，声音很大声吗？我已经开很小声了。对，换音乐。好，向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一抽入文专用账号，叫亨利。好，对，亨利要先抽一轮了。我们这边先来试个手气，因为根据前几次一抽入文的那个什么，前几次一抽入文的那个结果论来讲，很多时候都是第二轮比较欧，然后每次我们都先抽完第一轮，然后玩第二轮的时候就很欧，所以我们这次决定用第二轮的结果。好，所以我等一下我先抽第一轮。好，第一轮这个我在这里，第一轮这个不算哦，我们只是抽好玩的。好，准备好了，我要现在抽第一轮，所以这次就变第一轮那个了。对，这是第二轮派奖，所以我们第一轮这个是抽好玩的。来了，我要抽好玩哦。不过，连缺点夜战啊，就抽出来等一下四张，谢谢各位。有没有？哎呦，去的很成功哦！漂亮哦！再去一点。嗯？主上抽了，主上抽完了，保底啊！哎呦，去！你知道现在这个越烂，等下越欧吧？对，哎呦，六哎，什么东西、啊？哇靠，他没有牛顿哎！两张米飞波，你要你看我又被就冲到，被什么给冲到？五九哦，被商家冲死，1800点，有没有 ？OK， 没事。好，来，亨利要保底，亨利要保底了，太强了。不是啊，怎么可能两个人都爆成这个样子啊？对，怎么可能？我其实先插好了。好 ，OK， 你看，还好不是用这一轮嘛，讲那个、啊、哪一个？哦，你等一下和我对范逆刚没兴趣，我今天说没有兴趣，然后还是保底啊，太难过了。两张，我这一轮抽到三张吕洞宾，哎，差小。对，两张是挂了，不知道为什么。我重整这个也没有用，所以好啦，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咬单啦。对，等一下没有六提示，所以等一下碰到闪的黑金就不知道了。先搜全部，来，对吧？你应该在可以讲，我不然你给我你 ID， 我走一下。有啊，有上来、啊、那个吗？那个8654，哎，这你没填到吗？有吧，暗号还没想好啊。好，我们现在找预知嘛。对，预知在哪里？预有五个预，怎么办？会不好预感。预知 ，OK。好，第二个是在这里。对，你看这谁呀、啊？对，第三个预，对不对？哦，这是真正的预知嘛？103。对，然后还有这个，你看又来了，又是你。两个干嘛？103和103。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名。好，第一名是凯翔，哈哈。这个是我知道那个凯翔吗？你看，连那一波大哥都来抽了，对不对？哇，我们台真的是跨国际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名，你是谁？嗨嗨，压线。在手机不方便，应该你先不要刷可以吧？好啦，我们就来看我们的，我先开一下我的那个抽签程式，应该是不会吧？他应该跳一个通知吧？看一下我们的抽签线上乱数产生器，而且同时要验证一些有。你先猛刷啊，先别刷啊。好，被他先断电之类的也可以啊，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神神器 ，OK。好，不然我们两只好嘞，突然就出来了。我们再看个小明好了，对，毕竟小明是原预知盘，对，小明这不，等一下，只有一个啊？我说小明只有一个，小明有填吗？小明被害死，太难过了。
也是谁啊？对自己出来，自己出来哦。对，他好像没有舔嘛，没有看到小明本人，还是我们都小。好，没有小明接对。好啦，那我们要走起啦。唯一还是被刚太难过了。好，第一个十连哦，第二轮的第一个十连哦，抽出十个数字，然后一到多少来着？三九一哈，三九一。好，准备喽，等一二三，啊，没有103，没有103。好，来，要上喽，一二三，叮。有了，有没有？有人谁吗？有中吗？退学 ID 是零。原来是有看到认识吗？想舔我？对吧？小明被打，可是我好奇他有没有舔呢、啊？对，还是有人有上电视吗？我来拖喽，第一个十连，第二轮的第一个十连，够不够？俩背包满，哎、欸，我靠，这叫我居然满背包了！然后扣一下，扣一下，哇，这叫我居然满背包，我们要一次亏一百个，这是连我自己账都不敢干这件事情。然后第一个十连。哇，好像很厉害，哇，好像很厉害，会不会亮？有亮，但他根本不会亮，拉小，结果，我靠，好强哦，三张都不会亮，好啦，等一下八六级，对，黑金几率提升了啦，如题哦，1916。应格一二五七零，哇！不过一个十连三张黑金，我相信各位也是很开心的吧，对不对？1917，对，357，然后10，哇靠！这个如果一张一个十连三张，我真的会吐哦。798，359，啊，再一个1917，好。我们恭喜以上十位，对，以上十位我们拉过来一点。噔噔，三张大金破呗。好，我们换第二个十连哦，第二个十连的人是啊，有103耶，103中了，这假103上103上电视了，完了完了，赌盘你们完蛋了，哇，过了不到几年哎，103在这儿哎。太扯啦！感谢，哎呀，好生气！第28个月续订安安，对，你可以开始生气了。103中了，对，预知来了，只是看他是不是中饭啊？对，是不是中饭？一号方跟二号方的决斗哦！哎，两位这边上电视啊，在这儿。对，定子，哎，定子方赔多少？我偷偷看一下。定存方哇，定存方85%的人哎，而且我觉得最好笑是定存方还是小明还是投最多的，太难过了。然后第三张注意哦，第二个十连哎，你不要喊，没了，还是黑的哎，两张黑的哇，好屌，哇，一只不是中饭，太难过了哎，有一张会亮哦。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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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哇！接轨，抽啊！对，我们可以准备下一个接班人了。对，我先接盘。哇，我20抽已经5张黑金，黑金几率占1/4啊，超屌的！预知有来，好，恭喜我们的一号方，一号方赢了。好，我们来登记一下啊。1702。2008，394，哇，一片突变，1064，又是你，2010，792，885，1869，哦，恭喜你，1918。对，预知是光不死啊，不错啦，不错啦，对，这就是代表预知是不死的。好，下一位，下一个十连哦。哎，叮，
然后第三个十连哦，哇！我觉得玉这边抽到之后，突然有一种对高潮的时候就觉得好落寞，哎，以后不能再抽玉芝了，太难过了。你不觉得玉芝中的时候就好像有哪里怎么说？哎，以后再也没办法期待玉芝会再中奖了，你不觉得吗？现在先记谁？我们可以先记 Chai Evil Pen，他们也都叫我。好，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三个十连哦，Go Go。好，我以为还要中一次。来，这十个人是有一个人重复了，我不想抽，这个人建成吗？不是吧？宇镇生日都过多久？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对，宇镇生日都过多久了？好，我们这边要再抽一个哦。来，两人是有没有上电视的？哈哈。对，好，那我们现在再来抽一位哦，不是啊，那个名字里面有"陈"的人很多，而且建成一天到晚被调侃，就说："哎，我今天这都看到你的店了呀，就是什么圈圈圈圈叉叉，然后建成分店什么鬼的。"好，下一位是95是谁？也不是你，95灯。哦，对，这个人要把这个表现切一半了。好啦，原来是有人上电视啊。没有吗？好，那我要来那个喽。重复的，其实也蛮常出现。我们之前有一次就是抽了好几百个重复的，真是。好，来到第三个十连哦，Go Go。对，究竟有没有去保持我们的25%黑金几率呢？有没有？不，输了，变16%，就是变成 AD。啊，我们现在30抽5张黑金嘛，还不错啊。好吧，有猴子耶，809。然后36327，然后可以开始到什么？OK，等我登记完这个我就划上去。对呀，4152388。哎，我这个已经五张黑金，已经远超，已经怎么说？你看其他十六组送5张黑金，我这边送，我现在用7张黑金，哎，有点。对，7张，哎，2020，哎，现在几点？9:14。等一下，我大舅九五然后600七条 BGM，199，OK，199，好。刚刚有人说要看一下我们的11到20这边，有6张假的，没有啊？有两张是真的啊，因为会有那个保底跟加码。我知道说如何保底呀、啊，对，as usual。好，那我往下喽。金库偏多，这个猴子跟巴比伦不是挺值钱的吗？对，希腊神跟这个基友不是也挺值钱的吗？对，天使好像是5的样子，尼可瑞也是5。哦，不是，这大就是差20。好啦，我要往下喽，最后的十连抽哈，我们先抽9个出来。对，来，我们先抽九位，九组数字，搞一二三啊，七啊，第七位，第九是谁啊？有人重复啊？哦，有养羊哎，羊总上电视了。为什么演奏成这个是天堂吗？我也把天堂这边应该写天堂吧？真假？是这样。来，有人有没有上电视啊？对，小号吧，小天堂是吗？那、哎、你为什么不叫小天堂？你叫什么 Paradise？好啦，那我要准备抽这个十连哦。那今天要改什么啊？哎，这也没什么值得讲的梗，对，断电算不算一种梗？好，我们现在抽十哦，有没有觉得多送一张出去啊？拜托啊，看好了，有没有？不，好，谢谢各位，确实，改阿对，里可以改，可以改预知哎。天堂嚣张。哦，可以改预知哦，预知今天来了，好啦，太难过了，我好烂哦，我超烂，抽一轮，以后要抽第三轮了，再抽一轮，真假？再抽一轮，等一下先登记完。好，那我们今天改名就改预知来了吧，对不对？就改预知来了，6250，哪一个怎么样？没有，有啊，今天有啊，断电前就有了，有，对，所以我们要改2位哦，八，
赚到预制牌，好不容易终于赢了一次，预制牌已经输了整整一年多了，好不容易终于赢了一次。哦，1144的，哦，730，变成954。好，那我们今天的第40跟第41位要改预知来了。好，我们就不限制是哪四个字啦，你只要翻译读出来是预知来的就行，然后他们就给我取四个看不懂的字。好，然后第40位跟第41位要改预知来了。好，这四个音对就行了。我怎么说？我不抓剩下那个字，对不对？好，这是预知来了。来到第40位哦，第40位是，等等，我差点忘记开这个。第40位是啊，323，哇，这很后面。323是谁？323，啊，哦，这个配音是我认识的配音吗？Hello，在不在？好了，我们这边开始计时哦，开始计时，现在时间是17分30。好，我们请。哎，是人字边的不是吧？请这位聊天室的观众将你的那个什么字的名字改成预知来了，把失败配好像不是哦，我还稍微说他一下。对，预知来了，只要你的音对就行了。看一下啊、哦，偷偷搜寻一下，10147969672。噔噔，哇，这个好新的玩家哦！啊，等下我有没有说54日前？哎呀，10147。796672，54日前，哇塞！好啦，你有3分钟的时间改预知来喽。哎、欸，你知道小那个就是54日前，三创那边有一个那个哪一个 Amy 咖啡，又跟乌鸦过。哎呀，你们前几天不是去吃过吗？没有去看，他卖那个吉他娃娃，就叫吉他来。重点是吉他就是鸡腿，对吧？鸡腿鸡汤来，鸡汤来了。好啦，两位是不讲，我们既然抽到，我们就要等嘛。等我们等3分钟，现在时间已经过了1分20秒，对，1分20秒。来，请这位剑心的玩家哈，10147969672，哦，将你的名字改成预知来了。就等下就复活，我们再偷偷看一下。10，为什么好？这怎么安静啊？等等，我去开个 BGM。好，BGM 开回来了。对，我没有开 BB 计时器，反正我刚刚是17分30秒的时候开那个的。我们等一下记得开那个 BB 计时器，忘记了。看一下啊，10147969672。改好了吗？哇塞，突然就登入了啊！那我们恭喜，怎么说？恭喜这位剑心的玩家获得我们的保底的梵蒂冈哦，太神啦、啊！哇，我说太酷了，他名字都是这个，欸、恭喜你！突然上线，突然找回对这游戏的热情了，回锅了。OK， 好，那我们今天来抽第41位哦，太强了！第41位是，我看一下，等我先把 BB 找出来。在这儿 ，OK， 我准备好 BB 了 ，BB 在这儿。好，来看一下第41位是我们的加码部分啊，一二三，叮，136，感觉136刚好看不过，136，是，你是分子吗？哦，猫茶060614哦，来，觉得这位聊天室观众在不在？请将你的那个名字改成哦，预知来了哦，计时3分钟开始。我们先开一个 BB， 好 ，BB 倒数完一次半，好，代表是3分钟到了。来来，哦，我们看一下，我们先搜一下那 ID， 请将你的名字改成预知来了哦，53125908080。噔噔，迷你龙，哦，迷你龙，上次登入是23分钟前，哦，在不在？在不在？对，请问这位，我是分子吗？哦，猫茶0614哦，他的名字，哎，怎么他上次登录时间是23分钟前？哦，所以代表说他应该怎么说？应该是打记忆回廊吗？对，对，我们要等我的那个 BB 跑完一次半啊。对，趁这个时候我先来偷偷看一下。哎，我看到这个。
怎么制造练了？你们知道这制造练了一只79等的12拔刀斋，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要给我本帐用啊、哦，我本帐要练一只压等的拔刀斋。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家伙居然没有拔刀斋的那个剑，因为拔刀斋那个龙的武装是你要去换，他不是练完就会给你。对，他是练完是给火箭星的武装，不是拔刀斋的那把剑，有个白痴。结果好不容易练出来就没办法换给我本帐。好啦，请问对猫茶0614在不在？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1分半哦，还有1分半的时间，我先偷偷搜一下。53125908 0。哎，有了，他已经改了。好、哦，恭喜我们的猫茶0614改了，预知来了。哒啦，好啦，那我们等一下找不到 BB 闪电机 ，BB 闪电机闭嘴。好啦，那我们恭喜今天中奖的全部的41，怎么说？全部的41位观众哦。那为什么今天讲呢？因为我们还有第42位哈、哦，第42位就比较被恭喜了。来，第42位就是我们的哦，友情加码初五来一抽。等一下啊、哦，对，你觉得这个很好笑吗？来，我们就是我们的加码，就是荣誉提名奖，对，荣誉提名奖，哦，不想要被恭喜的。好了，1、2、3、3、4、3是好后面哦。荣誉提名天不选之人，三四嗨，这个位是那个位吗？是木珠吗？怎么可能？应该不会。好啦，我们恭喜以上中奖的41位观众哦。那晚一点那个建成会在本专公布我们的一周日文中奖名单哦。那一周日文会什么时候派发？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查一下，不要这杀人还要诛心啊！那一周日文会在8月21号之前派发，8月21号之前派发。好啦，那可是，好，我们今天抽的不尽兴，因为我们这轮还是保底的，虽然有7张黑金，可是还是保底的。来哦，我们偷偷的再玩一轮，你们说好不好？对，偷偷古币，他上一次已经抽干了吧？其实，看一下古币有1655，我们玩一下好了。我们今天不能抽3轮，不可能抽4轮都保底吧？那时间抽，那古币先抽，我16，我有16。那、啊、你又抽一轮啊，所以就加4啊。对耶，你为什么不早讲？你为什么不早说？好，我们先来拉这个哦。来，不可能4轮都保底吧？争取第3轮吧。看，我觉得应该要相信第二轮一次吧。对，第二轮这么屌哎。哦。哦。哇、啊！我们现在都要取第3轮了吗？完了，太难过了。那我们知道你那一格是重复的那一格，因为我们只能一次中一个。你在更上面的时候已经中过了。我们算是可以取第3轮了。啊，这是什么？第一次直接中，走啊，又来了。不愧是亨利，你知道那个我真的觉得亨利是不是在很努力在躲我们一抽日文那一轮？有没有可能？还是我们下一次先不要说抽哪一轮，然后我点进抽卡机的时候，我再说，哎、欸，我们这一轮要取一抽日文哦，然后我们就下一下亨利，我们让亨利猝不及防。你很好，很好，很好。不行呀、啊！我们下亨利一个猝不及防，这样就没办法准备了。哦哦，哎、欸、哎、哦、哎哎哎哎，哇，大小，干一个，哎、欸，三张回两，哎、欸，好扯。大小，我第一次看到4连黑、欸。可以讲喽，叮叮叮叮叮叮叮，哇，一家亲哦，又一张吕洞宾，你们抽几张？哇，好屌、啊！对，这如果是我自己张，我已经气死。哎，4连黑耶，哇塞！好啦，对，看来之后要取第3轮了。嗯？有没有？好啊，知道这轮不是保底，知道这轮不是保底，太难过了。4连黑耶，好扯哦，这好像是我第一次连续抽到4张黑金哎、欸，没有，我没有连续4张黑金过，我就算，哦没有抽完了保底啊，哎、欸、不保底啊，这只有1张而已啊，不是、啊、我之前我就连抽古币我都没有4连黑金过哎、欸，太扯了，感觉我又完了，再扣一次，我现在不能再抽本账了啦，你还多少？1955。哎，对，还是我们古币这边示范一下4连黑。嗯，完啦。
你现在去把本地钢铁。嘿、欸，唯一一张不会亮的。送一百。唯一一张不会亮的，真假？本地钢铁没那个、哦，有送一百。再多练一下。我都扣200，操死！哇、哦，好多半地钢。我直接进来吃鸟王，对不对？哇哇，不是自己上就任性。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为什么入门券？呜，100古币，好，可以十连抽了。Go go， 抽完了，抽完了，抽完了。对，晚一点建成会在粉专公布我们的中奖名单。哦，还只有一张，不会亮，太难过。要干嘛？要不会亮吗？不会亮啊！他的好朋友，哇，这个是好整齐哦！天哪，两个基层，两个蔷薇，好，三个火，好多万，好啦，差不多啦，对不对？我们要切回本账，那我们就轮到我们每一次一抽轮都有的加好友环节啊。那加完之后我们就差不多要关了，对，来，我们把它丢到他那个查尔斯里面去。我们应该查尔斯不在退局吧？等一下，好，我先退出啊。好，来，我们来加一下我们的。当然，他是在 YT 啊，所以我们这边扔不过去啊。今天有其他人会在退局开的吗？也不是现在吧，我看一下。好，现在在退局开这个游戏分类的只有我啊。好，注意报音，注意哦，三二一。Hello，Hello， 您到了吗？出来，出来！换一个啊，把那个换掉。我觉得是这个头的问题啊，几句考应该没问题，因为头用很久了。出来，就那个头，叫你换掉。干嘛？这头很贵呢。没分类，你说 Jet 是潜艇吗？好，好了，我接下来先把我的好友全部按拒绝哦，然后接下来我要那个。开我的 ID、哦、然后过五分钟之后，我就会按全部接受，来就这样，我们直接关台了，先全部拒绝，拜拜。好，如果你们想要加好友的话，记得三天内要登入、哦、不然我会砍掉。来，这是我的 ID， 对，35577849。对，如果有想要加我好友的，现在可以加。好，我们等一下五分钟后回来，我会按全部接受，来这样。你好友多？现在砍，现场杀人。嗯，对，主要是三天以上就会砍了、啊。对，不过我先从下面开始砍好了。对，还是有人想要加好友的、啊，然后等一下点开，没有人要加，太难过了。14日前哦，可以开始动。嗯，再说一次，35577849。哦，对，哦，这边已经到三了。下面还有没有漏网之鱼？应该是没有，下面这些都是值钱的。好啦，来再给你们看一次哦、喔。来，感情一抽润抽的好不尽兴哦、喔，好讨厌哦，好讨厌、喔！我抽到几张黑金啊？我第一轮保底嘛，我第一轮好像没有多任何一张黑金，可是我第二轮有五张，有六张哎、欸，就含保底六张。然后第三轮我有五张哎、欸，好扯。不行啊！不行，我自己知道抽那样我会气死哦。对，再怎么说？搞不好我那个明天登入那个金球那个就会给我啦，你们说是吧？对，我金球还剩一抽，玩起来如果我没有玩过，也不知道、啊、就是怎么说，也不是说玩起来如果它本身就是那种就是伤害不是爆炸，就是够用，可是你要它机体很强那种类型的黑金啊，对，而且是机械我就没什么兴趣。可是我有拿两个它的龙坑，对，放大鱼是很爽。屡试很丑，还有继续光，还有一天呢、啊，对，还有一天、啊，我刚好就缺两天，只要加开两天，我就刚好可以打完。对，好啦，然后我准备按加入好友喽，咱们准备收工了。对啊，晚一点是除了查尔斯以外，还有其他人有一抽入魂吗？查尔斯现在正在开啊，所以还有其他人吗？对吧？今天只有查尔斯。哦，还有猫猫啊，对，猫不是跨越会有一抽入魂，那就不是经典。啊！我要按全部接受喽。哎、欸，我看一下，我赌盘结了没啊？哎、欸，赌盘已经结了。哎，原来是记住这一天啊，2024年8月12日啊。
我们让总计21.3万的大二十一点三万的股票打九折。看一下啊，社群。好，我按全部接受，我们准备收工了。对，全部接受，哒。好，好了，那我们就准备收工了。对，下一次开台应该就是这周末了，就是我们的美好经营天台。然后再下一次一抽入魂，应该就下一个版本吧。对，再看看。对，然后有一抽入魂的话也会在粉专公布啦，所以可以去追踪一下。好，我们请各位一下，是我们的那一波大可哈。哎，他怎么丢五头好了？好久没丢五头了。那好啦，对，祝你们是抽黑金的时候也能一抽入魂啦，好不好？跟我一样拉一个黑金啊，只是希望你们的黑金会亮哦。对，不，我们去进攻那个蘑菇主播哈、啊。